美女，你烦不烦呐？我都说了不骑马，不骑马。没让你骑马呀。那你几个意思啊？马都还上在我车上。这车是您的吗？那是你的呀。哎呀，那我就等，总算是等到你了。怎么了？你看我都在吃泡面等你了。啊。你自己过来看一下吧，窗户都没有关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刚才误会你了。咋那么不小心呢？我那个去找那里找徒步绳，然后一直追啊，追到山上，然后都没看到。你看你身份证呀、钱包呀都在里面了。哎呀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太谢谢你了，刚才还凶你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来了就可以了。哎，美女。什么？你去哪里啊？我去山上赶牛。那我问一下，你是不是个村子的？是呀。那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您说。我这是特意过来看徒步绳嘛，你能带我去看一下吗？可是我还要去山上赶牛，天都快黑了。我刚才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，你能带一下我吗？那行吧，你跟我走吧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太感谢了。美女啊，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叫布姆。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王一点。王一点。布姆是啥意思啊？布姆在藏语里面是女孩的意思。哦，你是藏族是吧？对。哦，那你刚才骑着马是去哪里来呀？我去相亲了。难怪打扮得这么漂亮，怎么样，香的？还没看上我。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好好看一下，上看下看左看右看，哎，这么漂亮居然看不上，什么太奇葩了吧也。因为他嫌我的陪嫁太少了。啊，你意思什么意思啊？男孩不需要彩礼，你们还给陪嫁？对，但不是给钱，是如果说是去我家上门的话，是有100多头牦牛。100头那不少了呀，我的乖乖呀。他说他下午还有一个相亲，有一个女孩有200多头牦牛呢。你们那边相亲还比谁家的牦牛多少？没有，是因为是我是当家的嘛，所以说要找个上门女婿。你看我脸上怎么没什么呀？我的意思是你看我那脸合不合格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我就喜欢你这样胖胖的黑黑的。我就想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。那一会儿我们深入聊一下。但是我怕你不习惯我们这边的生活，因为每天都要是放牛挖虫草呀啥的，都挺累的。哎呀，这算啥呀，不算事儿，好吧，我们先去看徒步绳。行，可以。不嘛，还有多久才到啊？你看那不就是徒步绳吗？那就走走走，快一点快一点。哇，今天太开心了，不仅看到徒步绳，还看到一对徒步绳。谢谢你啊，伯母，帮我实现了我的梦想。你的梦想就这么简单吗？其实男人的快乐有时候就真这么简单，比如说喂喂徒步蛇看一看就好了。谢谢你啊，今天我真的好开心啊。哎，又来了一只，三只，哇，太神奇了。那你在这慢慢喂，我先去赶牛了。啊，那你马不骑了吗？让他在这吃草吧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呀、啊，我们去看一下你家的牛。到了吧，这里就到了。到了，你咋不说一下？你家这么远，真的是。你还可以吧？现在就有点高反，感觉有点缺氧了。你们家的牛是哪些啊？这些都是。这些都是是吧？对，都是。上面呢，我就不跟你去了，行吧？行，可以。我在下面等你啊。可以，那我先去赶回来，不然快下雨了。行行，我在下面等一下吧。久了吧？啊，还好，总算来了。那这些小牛仔不敢进去吗？不敢进去，就让他们在外面就可以了。那赶快走吧，真的你受不了了。我去给你找个氧气罐吧。好好好，行行，谢谢谢谢，走吧，跟你走。到了是不是？到了。哎呀，思绪下得太大了。哎，好的，谢谢啊。扎西的累。阿哥，快吸两口气。哎，好，真的找不住了。您这边坐。哦，好的。好多了，真的是。来，这是酥油茶。哎，好，暖暖身子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扎西的累。来，阿哥吃个针吧。哇。你是捏的好细啊，好丝滑呀、啊！你吃点嘛，吃点、啊。吃了，我去给你蒸个包子，然后给你切点牛肉拿过来，好吧？啊，真的不用，我吃一下这个将就一下就好了，行吗？不行，你先垫一下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咋包子就放在这里面蒸是不是啊？对。耶，这个是？这是阿妈。哦，阿姨是不是？你好，扎西德勒。扎西德勒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他会。会说汉语吗？他不会说汉语。这个是，这是我们的头头牛肉。哎呀，你们太热情了，谢谢你啊，阿姨脸上这个高原红好明显啊。阿哥，你端一下牛肉，我们去吃饭。哎，好，小心啊，那有点烫。行。哎呀，真的，你们太热情了。够了没？哎，好了好了好，行，谢谢啊，今天太麻烦你了，又煎包子又搞牛肉啥的。今天主要是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给我们做饭，将就一点吧。哎呀，不存在不存在，真的是。这个谢谢，好谢谢。那你吃点嘛。你咋不吃牛肉呢？啊，牛就这样直接拿着吃是吧？对。啊、然后再点这个辣椒。哦，行行行行。
蘸辣椒是吧？对。啊，这辣不辣？这辣椒有点辣。有些那我就算了，我就不蘸了。你不是贵州的吗？我不能吃辣，不能吃辣，真的一点都吃不了。我尝尝哈。哎，不不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一下。嗯。你们这边藏族的女孩子，你看五官也这么立体，真的又这么漂亮，为啥出去相亲是真的没有人追吗？我都不理解。怎么了？不想说了。啊，不想说了。嗯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不想说就不说吧，没事没事。阿哥，你没有发现吗？怎么了？刚刚我跟我妈妈都没有说话，吵架了是吧？对。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我之前谈过一个外地的男朋友，然后也是你们汉族的。怎么回事？那后面没在一起啊？嗯，对，起初是我俩感情是挺好的，然后跟爸爸妈妈讲了过后，就觉得我们是太远了然后怕我远嫁的话被别人欺负，或者是。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不那个啥第一时间来到我身边嘛，然后就不同意呗。哦，是这样的是吧？哇，你们这坨坨牛肉真的好好吃，我都吃两块了。多吃点。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有点遗憾呢？上段感情这个怎么说呢，你都把我给问懵了。没想过啊，一边是父母，一边是我男朋友，反正我俩也是特别相爱的。但是我希望我的以后的爱情，就是希望有父母能支持我。能理解。哎，不嘛，我吃的差不多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，好吧？你去干嘛呀？啊，等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哎，不嘛，在干嘛？这收拾东西是吧？我车上有些茶叶，我给你提了两盒过来。不用不用啊，不是你收下收下，你听我讲，真的，今天太不好意思了，还误会你了，在我车站了那么久，一直等我过来。没关系，肯定每个人看见都会是这样的。啊，那不一定，我还是你，不仅漂亮，人还这么善良，今天很开心认识你，最后还带我看了土拨鼠，我就准备走了。行了，那我送你。哎，好好，好好了哈，不用送了，拜拜，走了。拜拜，阿哥，下次想看土拨鼠的时候来找我。可以啊，那你下次结婚的时候记得通知我。行，我给你包个大红包。行，啊，拜拜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哇，好帅呀，这金牛。对了，美女是男的，你的这个。没看到头上的花吗？肯定是花姑娘呀。哎，帅哥，啊，帮我拍张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。来吧呀，哇，哇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美女，你看一下有没有事，有没有事啊？真的不好意思，抱歉。那我给你拍吧。一二三，有请春天扎西德勒，一指江山。帅哥，你要骑吗？我刚才看了好久，就是不敢骑啊。你不行啊。是不行，我不行。对了，他有名字没有？他叫闷的。啥意思啊？用我们这边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萌萌哒。太可爱了。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坐车吗？我是开车来的，要不我送一下你吗？啊，算了算了，刚才已经够麻烦了。啊，没事嘛。美女啊，还没等到车吗？还没呢。他们说还要好几个小时呢。对呀。要不送一下你啊？行吧。妈。哎。哎呀，阿姨你好，送回来了啊，好啊，到家里走吧。我又走了，哎呀，到家就行了。手上啊，来来来，我的手上啊，来来来，坐。哎呦，照相，你喝着水。好好好。那小伙子，我开水。哎，好，谢谢你，阿姨。好，谢谢，麻烦你们了哈。没有没有，麻烦。那你坐啊。哎，好，哎，做饭啊。哎，好，麻烦你了，阿姨。没有没有。哎，阿哥吃核桃。哦，好，谢谢你。干嘛呀，妹妹你们？给你炖鸡吃。你们不是藏族不杀生吗？我们家是藏族，我们家是吃的。哦，不用不用，真的，你们太客气了。哎、不行不行不行，必须在那吃，你给我把女儿送回来了。啊、不用不用，真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要等等。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。走吧。啊。对了，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还没问。叫我小五就好了。小五啊？对。啥意思？小五，我在宿舍排第五。啊。叫我小五就行了。真的是吧？阿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王一点，叫我一点哥可以的。好的。对了，我看你穿藏服，你刚才是去干嘛呀？来这边散散心。啊，真的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嗯。看样子你是刚分手吗？有一段时间了。你知道谈一段感情很久之后分开是什么感觉吗？哇，这种感觉其实我体验过，因为我之前谈了段感情，谈了30年吧，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分开那个可能是有点痛苦，但是后面每每想起的时候可能更痛苦吧。嗯，差不多吧。那你们是因为什么分开的？过去的咱们就不提了吧。
等会儿把我说伤心的红都红不好。我有糖吃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呢？我就喜欢情绪稳定一点的，爱我的，对我好。就这么简单？对，简简单单。这边跟我们就坐船过去啊。哇，真的，今天吃个鱼还要坐一下船，太好了。对了，小五，我能坐到你边上来吗？有点害怕。坐过来吧。啊，能拉着你的手吗？干嘛啊你？咱们不是说朋友一生一起走，落水要一起手拉手吗？咱们今天算不算十年修的同船渡啊？但是咱们不能共枕眠。那也不一定啊。那我提吧。啊，我自己提。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我来提，给我吧。啊，我来吧。好，走吧。妈，这条鱼可凶了，这是凶我。没事，交给我，我来吧。今天给他上一个。你上一个。一点一点，别把油添进到了。没事没事，真的你好优秀啊，上到金榜下的厨房。一点哥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不是粉条吗？这是核桃花啊。核桃花是你们的特色吗？对呀、啊。我没吃过，好期待呀。二哥，你快吃，简单吃一点。这还简单，真的是啊，有海里游的，有天上飞的，谢谢你们阿姨，太谢谢你了。没有，没事没事。小伙子。你这样，你不要嫌弃啊！哎呀，我也有了这么多了，我们自己家的粮食做喂的啊！谢谢阿姨，你们自己来嘛，你们自己来点，随便一点啊！谢谢阿姨，不要客气啊！好，谢谢你，不要嫌弃。好的，好的，阿姨，来，小伙子。不是，我够了，真的，阿姨，我现在来，不行不行，那要吃饱的，吃饱，不要嫌弃，够了，不要嫌弃，太热情了，好了，够了，哎呦，太谢谢，大王，哎呀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贵州的，有去过吗？没去过，听说过。哎呀，对了，你看我感觉怎么样？你长得很富态。你富态，你是意思说我胖呗？啊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挺大方的。挺大方的。啊，长得挺大方，面相很招人喜欢。那意思是比较满意我喽？满意，不止满意，很满意啊。对了，爷。你是怎么把你女儿培养的这么优秀还这么好看？她长得挺温顺的。温顺不是形容动物啊，你的意思是说她温柔孝顺是吧？就是温柔孝顺的意思。那个你看起来也，她的面相也好啊。嗯，好，挺好的，她招人喜欢。很招人喜欢。嗯，对呀、啊。我就很喜欢阿姨。你喜欢？很。那这样吧，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婿呢？你们这个羌族女婿的彩礼贵不贵啊？不贵啊，不贵的，不贵的。嗯，只要两个人过得好就行了。这样的是吧？是。阿姨，你心态咋这么好了？思想这么好？估计谁都想做你女婿。网友要是看到你女儿这么漂亮的话，这碗那放在哪里嘛？那我来。那我帮你抬嘛。没事，我来。哎、好，你做你的啊。哎，小五、啊。阿姨、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能一起拍个照和留念一下吗？可以啊，能不能到外面哈？嗯，好的。牛气冲天。小五阿姨啊，刚才这相片已经洗出来了。好，很漂亮，拍的挺漂亮的、我这里有点心要给你放着，我就走了。不行，小王，麻烦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你们干嘛呀？我走了。找了小五，你们是啥意思啊？来哦，阿姨是现在我不做饭。带上，你放着，阿姨不做饭。带上，小王呢？这个我很喜欢你哦。阿姨，我也很喜欢你，做的菜很好吃。走了，小五啊，拜拜。美女，能帮个忙吗？帮我这个吸管插一下。还成这样，我以为多大的事。谢谢。给你。帮我这杯也擦一下。你想找揍吗？你逗我呢？你看我胳膊。不好意思。没事，谢谢，麻烦了。来，这杯请你喝。真的吗？不用。真的，我看你都吃干饭。好，谢谢。尝一下。尝一下。甜吗？甜。那你和他谁甜一点？谢谢你的奶茶。哎，等一下，美女，你站住。刚刚就想说你太像一个明星了，简直太像了。你像？哎，你别说，我想想，就身材气质特别好的那个什么包。那你慢慢想吧，我先把饭吃了。啊？你就吃这个？这个很好吃，我妈妈早上给我做的。找妈妈真好啊。我这里有饼，我拿给你吃吧。什么？
饼啊，我妈妈早上给我做的土豆饼。你吃吧，我就不吃了。你怎么哭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没哭。来，给你擦一下吧。你看我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擦。谢谢你，你真好。没事，我现在要准备赶紧回家。对了，这些牛全都是你们的吗？有300头是我们家的，其他都是邻居的。哎呦，那你还真好，放邻居也放牛。没有。笑啥？我是收费的。哎呀，夸草了。就是一家1000块钱一个月，放牛娃娃，天天放牛。哦，这样的是吧？这一般不都是男的吗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还有更奇葩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说一下。我是本科辍学来这儿放牛，你敢相信吗？天哪，真的假的呀？而且我还是我们这个牧区的唯一一个本科的。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啊！真的是。我一会儿跟你讲吧，我们先放牛。牛赶回家。哎，好。你是来干嘛的？我来这边找个女朋友，听说这边不要彩礼，还送牦牛。那你来对地方了。对了，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叫东周错。哦，好听的名字。那你呢？我大名叫脸皮厚，小名叫厚脸皮。那我是叫你厚脸皮还是脸皮厚啊？都可以。阿呜，走，我们先去赶羊吧。阿呜啥意思啊？哥哥的意思。那美女呢？唔知咩。帅哥呢？啥样吧。记不得。有多少头羊呢？100多头吧。100多头，剩下的那些是邻居的是吧？对。哇，你们有这么多牛，有这么多羊，太富了你。哎呀。哎，东大厨，还有多远你家？快了，你是不是累了呀？有一点点。啊，我里面请。哦，这是你们房子啊？对啊，我们牧区这边比较简陋，你不要嫌弃。哦，不存在。哟，你家的牛和大牛小牛站在欢迎我呀。对。哟，你好，欢迎我吗？来，进来坐吧。哎，这是你爸爸吗？这是我叔叔。哎，你好，叔叔。他不会说汉语。不会说啊？扎西德勒。扎西德勒。啊，扎西德勒。啊，我这里坐。啊，这里吗？对，你盘坐上面就可以了。哦，行，好。我给你倒杯茶。哦，好，行。哦，来喝点酥油茶。哎，那我就一只手拿了哈。我们从小就吃这个，来给你吃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哈。你吃的习惯吗？还可以吧。你坐着吧，我去给你炖只羊。啊，你干嘛呀？你这一只羊几千块钱？没事，不是，那个炖啊，你坐着。走，我们家去看一下羊。羊有啥好看的？这个羊你之前绝对没看过。哇，真的吗？对，走吧。这就是这羊吗？对。太帅了。太漂亮了。对，之前参加过选美大赛呢。哦，那获得名次了没有？获得冠军呢。哇，他有名字没有？有。啊。他叫大美，那个叫小美。哇，这两只真的是太帅了。对。你一会儿不要着急走，我把它炖了给你吃。哦，您太热情了。不过实话说得好，真的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。麻烦你们了啊。谢谢。哦，你先坐会儿，我去今天柴火给你炖羊肉吃。哦，行，好的。哦，来，这个是牛奶泡虫草。哇，你们太热情了。没有，真的，这个人说话也比较直，我就给你泡了3根。没事，性格直的好吗？我舌头是横着长的，所以我说话不太会拐弯。这样挺好的，不虚伪也不做作。我就想多卖点钱。挺好的。对了，东大叔，你刚才说你读的本科，然后辍学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太好奇了。主要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吧。家里的原因多一点，可以说一下吗？具体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当时比较叛逆嘛，就是，然后考上本科，我有点飘了吧？就你们这边是你第一个考上？对，然后当时就是跟家里的关系也不太好，就是，对，闹僵了。父母送我们上大学多不容易啊，花了多少心血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当时我可能不太懂，就是我感觉他们把他自己的思想强加在我的身上嘛。然后因为我爸爸自己没考上。哦，这样的是吧？对，然后我考上之后，我就感觉我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目标。对，然后我就就是我挺想放牛，就喜欢这种生活嘛。考上大学了还想着放牛。然后就是有点迷茫了，就不知道做什么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这种放牛的生活嘛。哇，真的你是太奇葩了。考上大学就只会放牛。然后特意辍学了。现在后悔吗？现在想起来的话，我都想给自己抽2巴掌。有点后悔哈。对，因为经历了那么多，我才发现就是父母给我们的爱才是最无私的，然后不计回报的，就是。对呀、啊。
浪子回头金不换嘛，现在懂事也不算晚。嗯，对。然后现在我就想多陪在父母身边嘛，哦，然后就把家里的牛啊养多一点，然后就是做个大老板是吧？扩大规模，多积点孝心嘛，就是俗话说得好，父母在不远游嘛。嗯，对。真的感觉你懂事了。嗯。段大叔，你是学什么专业啊？我当时学的是音乐表演，就是学民族歌曲嘛。那能来两句哼一下吗？太不好意思了。来嘛，最擅长的。那我就哼两句吧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唱得不好听，见谅啊。没事没事，来嘛。开怀，妈妈恩巴爹，因爱因中人歌词，真的亲的盼妈你来。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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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有点害羞是吧？对，我感觉长得这么漂亮，唱歌这么好听，谁娶到你好有福气啊。那你那个啥，有男朋友了没有？没有没有。那你们这边是不是真的不需要这个那啥？不需要，就是不需要彩礼。然后我们当时如果结婚的话，就是我们女方的话就会陪嫁嘛，就可能会有几十套毛衣之类的吧。这样的吗？对对对。好心动，你感觉我怎么样？感觉你脸皮厚。厚脸皮是吧？那你选择男朋友什么标准吗？就是不要大男子主义，这个是第一点。然后就是会放牦牛，会玩虫草，会玩贝母就可以了。对，要求就这么简单吗？嗯。我感觉我可以的。好。东大叔，嗯，那个啥，我就准备走了，然后这里有一千，你输呀？不是不是，你就是那个，你们太热情了。然后都快炖好了，你吃了再走嘛。是这样的，我去成都坐飞机，不要着急，我就走了啊。那你等一下，这个你带上。这是啥呀？这个就是个佛珠。啊，那是太贵了，不用，真的。这个不贵，这个不贵，主要就是你带上，希望你平平安安。哎呦，没事。行吧，那我就走了。啊，好，谢谢你的支持。啊，没事。不用送了，我就走了。啊，还会再见吗？你想我的时候就会再见。不是，我说你什么时候来把羊肉给吃了。走了，拜拜。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哎，美女啊，帮我拿一下花，我这个鞋的。给你花啊，美女，不好意思，我喜欢男的。我是专门给女孩子送花，一起想预个520的。送这么多？对呀，万一一个不成呢，不得多送几个。那我给你背吧，这么多。不用了，没事，很沉，我自己来。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，放了吧，来。啊，小心点，呀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真的，抱歉。没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我是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。没事，你看给你手都搞那么脏。没事。啊，给放哪里啊？就放这吧。好，你让一下，我来，你让一下。哇，太厉害！谢谢你，上去喝杯水吧。啊，我就不去了，我怕那个村口的信息中心看到那些大妈对你名誉不太好。刚刚不是已经看见了吗？没事，上去吧。啊，不好吧？呀，这人谁呀？才刚分手就往家里领。哎，兄弟，不好意思，不是，你别误会。什么不是？这还用解释吗？咱俩已经分手了，这和你有关系吗？戴口罩见不得人啊。美女，有点不方便，我还是走吧。不准走，说吧，你今天什么事？我们好歹也在一起两年了，有必要这么绝情吗？咱俩分分合合这么多次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你改了吗？你还有事吗？有事赶紧说。我耽误你俩好事了呗。你觉得呢？行，那我改天再说。哎，兄弟啊，哎，不耽误你俩好事了。谢谢你，兄弟啊。哎，美女，那个，要不我先走吧。你坐会儿吧，我给你倒杯茶。哦。给你献一下这里，好吧？哎，好，谢谢。扎西的嘞，哎，扎西的嘞。二哥，里面坐吧。啊，对了，你们这里好漂亮，这里摆件啥的，还行吧？啊，你是什么族啊？我是白马藏族。哦，第一次拍头，难怪这么白。二哥，我给你倒点我们藏区的酥油茶。哎，好，行，谢谢，差不多了。啊，差不多，谢谢。那二哥，你先坐着，我去换个衣服。哎，好，行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哦，太漂亮了。我说你衣服呢？衣服也很好看。
哎，干嘛去啊？咱俩喝点啊，这干喝吗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做两个下酒菜。哎，好。我问他还爱吗？他说他不知道。喜欢呢是放肆，是一朝一夕；爱呢是克制，是心中的苦心。但他说他不懂什么是爱呀。你说他爱过我吗？当然爱过啊，不然的话当初为什么又会在一起呢？原本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但现在我不确定。人总是会变的嘛。那他就不能变得更爱我一点吗？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好。曾经有个人问我到底什么是爱情，我呢让他去花你再多花，但是不能走回头路，而且只能在一起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走到最后空着回来，他跟我说觉得最好的在最后。所以爱情的结局都是痛苦的。一不尽然。我不是该怎么跟你解释啊，幸福但不一定快乐这件事。所以幸福和快乐并不冲突。本来就没有相互合适的两个人，只有相互改变的两个人。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的。名字重要吗？是你的就重要。你叫我瑶瑶就可以了。挺好听的。你到底是干嘛的呀？你猜一下。哦，差不多就好了，虽然是渴了但也怕喝醉啊。我们今天就简单吃一点吧。 哎好，你搞得太丰盛了嘛，一会儿不见搞了这么多。还好吧还好吧。啊，要不碰一个吧。啊，走一个。有人说人有七苦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怨憎悔，还有求不得。一点啊，你觉得哪一种最苦？我觉得都挺苦的，但是我们活着不就是苦中作乐吗？他日入的脱身法，生吃黄连苦一天。那脱身法呢？有的人穷极一生追求所谓的脱身法，但一辈子都没得到，这东西得看缘分。那我可能就是那部分这辈子注定无法得到脱身法的人了吧。唉，人呢总是爱往坏来想。难道事实不是我说的那样吗？是，但也不是。唉，太难懂了，我给你弹手琵琶助助兴吧。可以啊，你看此情此景，我还有拒绝你的必要吗？呀，是不是停电了？可能跳闸了吧，我去外面给你弹吧。行，那咱们走吧。先走了。没事，好听，来送你花。谢谢。走，跟我赶马去。行，走吧。其实你什么都明白，只是你不想明白。可能是我执念太重了吧。人都有执念，但是你不能执迷不悟，对吧？若执念在心头，人间何处不清欢呢？看来你经历很多嘛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，你就是太理性了，你太理性的话生活就缺少很多乐趣。那你就是太感性了，过度的感性就会导致慢性自杀。我决定不了谁的出现，也挽留不了谁的离开，我只能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，也接受突如其来的意外。那你觉得我们是惊喜还是意外？我们是意外的惊喜。真会说话。那你喜欢吗？你在我心里放礼花，爱中欢度欢唱。关好了没有？关好了，再上去坐一下吧。这次我就不去了。我能理解你在上一段感情里受过伤，所以觉得所有人都是带刀而来，但实际上不是所有人都会把刀刃指向你，也许会有人想保护你的。那会是你吗？傻姑娘，总会有人踏地春山为你而来。走了。因为相遇太美，就算流干伤到底，心中会也无所谓。美女啊，你们有多少头牛啊？这么多？300多吧。啊，今天真的是没被交警拦下，被这么多牛大哥给拦下了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耽误你了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正好看一下你们。帅哥，你让开一点。怎么了？我要爱的魔女转圈圈。啊，要赶牛是吧？是。哦，行，好的，赶快去看一下，跟着。美女，你刚才骑马太帅了，好奇你什么时候会的？以前就会啊。那你们这边人人都会吗？牧区的？那肯定啊，约会啊，上学啊，都得骑马。哦，这样的吗？那你们这么多头牛，不得卖1000多万呢？哦，那倒没有，大几百还是有的。哇，羡慕了，羡慕了。美女啊，你脸上这个是高原红吗？我看两边。对啊，也就擦了点粉，不然就不漂亮了。哦，这样的是吧？我可以跟你去看一下放牛吗？可以的。把车开了干嘛？那你在干嘛？啊？好像在吵架。我们去看一下。走吧。你在这排啥呀？你不知道放牛的地方，把牛算了。你能赔得起吗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提醒大家，文明旅游，爱护大草原，人人有责。你这啥意思啊？我这是表达喜欢的意思啊。我们这发展也太快了吧。没有没有，你误会了，就是
说你做得很棒，就是赞美你的意思吗？就是觉得我刚才说得很好，是吧？对。那汗血宝马能骑，我骑一下吗？没骑过。可以。那我试试啊。好的。哎，阿哥不是这边。怎么了？你看上去挺聪明的，哎呀，做事怎么笨笨的？这样你就倒着了。反了。反了。好嘞。你把我捏一下。我帮你扶着点呗。一二三。哟。哇，好高啊！你帮我牵着好吧？可以。我腿好软呐、有点恐高，快点快点，停一下，刹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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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下来。哎呀，你帮我牵一下嘛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我要赶一下牛。赶牛？对。好帅！我还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根扎错。根扎错是吧？对，你呢？我叫王一点。那我叫你一点哥好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还有去前面的，你要跟上来吗？去啊，那里的雪山多漂亮，我跟你去看看嘛。可是前面有狼呀。有狼是吧？对。那这不用你保护我吗？你怎么这样呢？都是男孩子保护女孩子的。跟你开玩笑的，我保护你还保护你。那对了，那你们这些牛会不会被这种狼吃掉啊？经常的事，但是我们买保险了呀。有保险是吧？对。一点哥，今天下雪了，有点冷，你要跟我回去吗？我是这样的，你家有没有帐篷啊？你要干嘛？不是说今天母亲节晚上有那个流星从这个若尔盖大草原经过吗？我想看看。真的吗？对呀、我在网上听说的。那跟我回去吧，我家倒是有一个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旧屋嘛。这里是吧？对。二哥，那我给你做个猪油车。哎，好的，这是那个奶油是吧？对，奶油。这边是青稞粉是吧？对的。谢谢啊，谢谢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你们在这个牧区的话，也基本都是个糌粑是吧？对的，对的。好，谢谢你哈。阿哥，你先喝着，我去给你挤点牛奶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可以啊。走吧。听着声音卡卡的，这奶好多哈。对。那有多少头牛要挤啊？现在少嘛，夏天就比较多。那到时候需不需要我过来跟你打工啊？没工钱哦。我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就喜欢干这个工作。我能试一下吗？可以，那你来嘛。好好，怎么挤啊？这。这样是吧？对，这样。我怎么挤不出来啊？你往下逮使劲。这样是吧？对。逮是吧？呀。可以，出来一点。来一点个，喝牛奶。好的，来吧，我们三个碰个杯吧，来。古有桃园三结义哈，今天我们草原三结义，以后你就是刘大哥了，来干了。阿哥，你进去烤个火，我去换个衣服。行，好的好的。阿哥，我换好了。怎么样？用一个成语的形容叫美得一塌糊涂。你这个是山虎吗？对，红山虎。好漂亮啊！这是我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传下来的。这个应该很贵吧？也就100多万吧。也就100多万，好谦虚啊。那意思是现在就传到你这里，你是当家人？对的，我是当家的。你们这边是男孩子当家，女孩子当家？男的也有，女的也有啊。那你们家为啥是你呢？我们家是三姐妹嘛，我是老大，所以。三朵金花。对。这样的吧。那你当家人，你就是必须要找上门女婿的？对的。就不会嫁出去的？嗯。真的，我有点心动了。阿哥，你先烤点火吧。好。外面在下大雪呢，我去捡点柴火，然后蒸个包子吃。这太麻烦了，不用，这不喝酥油茶了吗？不麻烦的，你们是尊贵的客人吗？差不到了，我们走吧。行，我来帮你拿吧。没事，我可以的。跟着。会唱歌吗？那肯定的呀。来两句。这心就难，这心就这心都莫难难就。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，走吧，咱们太冷了，下雪了，雪太大了。阿哥，包子好了。小心点。一点给我们简单吃一下吧，这是我们特色牛肉包子。行，好，谢谢，太麻烦你了。吃肉。好，这太多了，真的是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草原上的姑娘都是这样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的。那你能喝几碗？一碗。十碗。对了，跟着你还单身吗？之前是有过一段婚姻的，但后来分开了。这样的是吧？那为什么分开的？你家过去的不想再提了。不好意思啊。那你让我问一下，像你们这边那个彩礼啊，贵不贵啊？彩礼就是男方不需要给吗？女方给个20万或者30万之类的。这样的是吧？看你自己的家庭条件。你们反而还给男方？对。
哇，这太幸福了。那你刚才不是说你是当家人吗？那你之前为啥又还嫁出去了？我自己跑了呗，没头脑，脑子不清醒。那你现在爱情冲昏了头脑那种。你现在不叫上门吗？哈，对。哎呦，这位文者，那你现在上门的话，那你还会给彩礼吗？会啊。还会给啊？就他自己上来的话，我们家有300头都是他的呗。哦，这样的是吧？嗯，对。你也是他的啊，搞得我好心动啊。那你看我怎么样？不错，可以。犹豫了一下。我吃的也差不多了，要不我们去搭下帐篷啊，今天晚上看流星呢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你去帮一下我。好的，咱们走吧。帮一下吧，我自己直接来好了，就差不多了。今天还在下雪的，不知道晚上会不会冷呢。对啊，你晚上冷的话我给你加被子。你这么温柔的吗？没有没有，太好了，对吧？我来，我来。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看流星。你晚上要不要一起来？我怕有狼。我才觉得你比狼更危险呢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对了，跟着阿姨呢？妈在家照顾孩子，照顾妈。哦，这样的是吧？你的孩子是阿姨在带？啊，对。哦，这没怎么不来这边吗？哦，这样的是吧？对，刚开始一个人照顾孩子蛮辛苦啊。对啊，所以我特别感谢我妈妈，就是生我养我，把我养这么大，还照顾我孩子。那今天正好母亲节，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的吗？哎，不了吧，太肉麻了，我说不了。你们不喜欢说那种话是吧？对，简单说一下嘛，简单说一下。那我希望她健康快乐，就这样吧，平平安安的。可以的，跟家。我就走了，今天正好母亲节也没啥，我就有点心意。不用不用，你太客气了。我就走了，拜拜。不用了，哎，阿哥等一下。干嘛？这个拿上路上吃嘛。是吧？谢谢，有点吃不惯，谢谢。没事，哎呀。很好吃，谢谢，我就走了。拜拜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拿上嘛。这是啥？天珠。天珠，这不太贵了，是两银的，一的十几万吗？没事没事，你一点心意而已，就拿个纪念嘛，当做纪念。太贵了，我就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跟着，这雪太大了，就不用送了，就走了。然后有句话想送给你啊，往事不回头，余生不将就。我相信一定有那么一个人在前面等着你，好吧？我就走了哈，拜拜。雪太大了，赶快进去啊！拜拜拜拜。只因为相遇太美，就错